接着是波豆台湾味的单元，来看看今天老师要教我们什么有趣的台湾味。欢迎大家到店来学台湾话。今天的艺术是烘炉，艺术是一种小型有风口的炉啊，会使燃火炭，也是炼炭，是台湾特色米之一。尤其是过春立处，一定会用到。咱来看例句，听讲福山社区有一个烘炉社，过来是俗语，恰恰地烘炉。烘炉会使用来煎物件，或者是煎油啊，是小小的炉啊。讲恰恰地着小小的炉啊，意思是代表对某种代志足烈的